大家好，我是爱原神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我继续给大家带来崩坏活动攻略，星穹铁道虚构叙事攻略，由此漫说聆听由此祭祀狂与鬼宴。今天是我们虚构叙事由此漫说，然后我们重点讲一下第四间吧。第三间前面三间自动打货的手动操作一下都是能打到六万积分的，然后这里的话是需要打满才能全部拿到，今天也是打了两个多小时，练度不够的话有点困难。然后我们看一下第四间，第四间的话上半它这个是有个杰哥，杰哥的话没有冰落地，所以我这里的话是带了一个银枝要物理的，然后是两个辅助。然后我们看一下角色面板，角色面板是非常补充65的暴击和100的暴箱啊，这个是比较普通的，速度是137，然后是光锥是精灵历史和平，然后行机的话是998，然后仪器的话带的也比较垃圾，星魂的话是没有的啊，然后其他辅助的话是正常的一个辅助。佩拉是三命的，其他辅助的话是做比较正常的一个辅助。攻击只有2400啊，然后是霍霍。霍霍的话最主要还是给银之充能。然后我们这里 buff 带的是崩裂啊，它是持有爆裂的敌方目标被消灭时，然后我们终结技伤害提升 15%， 最多可以叠加20次，比较适合银之。然后下半的话我带的是这个，如果有警员时最好的，我再带的是卡夫卡，卡夫卡不是很好用啊这里。然后最后一个是火主，然后软妹跟那个刃，然后我这里的话选的是第二个激扬的 buff， 这个激扬的 buff 的话可以让我们更快的清掉小怪。然后我们看一下面板，面板的话也很普通啊，这个是三星的武器，然后是天赋是点满的，然后是那个逝者温繁星灵命的，这个只能说是个小毕业啊，然后是记忆中的模样。这个软眉的话可能击破也没有达到，只有105，卡佛卡的话也是比较一般吧，也不能算很打毕业啊，这个是一命的。然后是我们看一下这个，这里的话光锥带的宇宙市场模趋势啊，能跟卡夫卡稍微配合一点。然后是六敏的，然后是那个两套黄玉，因为这里带的火主最主要原因的话，它是我们过来是破盾的，因为很多都是火的弱点，中的弱点很少。正常开局的话我们就上 buff 去，大家有什么好的阵容的话可以评论区分享一下，因为我的角色总共就那么多。然后我们这里停云先给银子加嘛，然后我们带这个上一下，然后银子直接开再次见到捍卫银河，然后我们这个右上角这个是波次，总共三波，然后这个是进度条一样的，你这里直接开的很为银河中的美。然后我们每次释放大招之后，它头顶上会有一个红色的这个得暴力啊，应该叫暴力啊，它会显示在头顶上，就代表他们那个层数啊。敌方数据收集，收网标记激活，接下来就是愉快的反击时间了。我这里银之继续开的很为银河中的美，看了这里的话肯定就好，有话好好说呀。这里让对手打我们一下，让我们受击一下，帮我们冲一下。再次见到那捍卫银河中的美啊，想玫瑰骑士。我们这里的话没错，对一下侦查到敌方母李佩拉，可以开个大招分享敌方数据输出，收网标记激活，接下来就是愉快的反击时间了啊，能做到吧。这里我们捏一下，然后开个大招加点伤害，然后银子开了，我们再次见到那道捍卫银河中的美。今年是那个
九十能量那个大招就可以了，这样子我们可以多刷直播。给我记着，再次见到那道捍卫银河中的美，又以奇珍万千，一心同归，一举拿下吧。遵循骑士的职责，再次见到那道捍卫银河中的美。魂眉永驻，敌方数据收集完毕，收网标记激活，接下来就是愉快的反击时间了。啊，能做到吧？再次见到捍卫银河中的美。我怕利用的回音下去离血保命保命。这次直接先开那了，捍卫银河中的美啊，你会银之收益我尽量不要让您只满能量，再来一下不可动摇啊，又要拖后腿了，等你再修一下捍卫银河中的美。敌方数据失效，失望标记激活，接下来就是愉快的反击时间了。这里回个灵魂一会儿，然后加上咱们还是以和为贵。加就以奇珍万千，一心同归。你现在还是吃下他们那个射箭到那道光芒之子，捍卫银河中的美。啊，魂眉永驻啊，一起拿下吧。再次见到那道捍卫银河中的美啊！啊！我怕一头，这里有吗？危险吗？什么鬼？有老子走你！敌方数据收集完了，收好标记激活。那么多，接下来就是愉快的反击时间了。再次见到那道光芒之前，捍卫银河中的美。这里的话可以打一下空跳，许多应该是收不掉的。这样，这样，像玫瑰骑士，再次见到那道捍卫银河中的美。啊，黑力等我看。啊。用雨团终结打我，不利一听，然后就可以了啊。敌方数据收集完，收网标记激活，接下来就是愉快的反击时间了。再次见到那道光芒，捍卫银河中的美，就以奇珍万千，一心同归。再次见到那道光，捍卫银河中的美。再次见到那道光芒之前，捍卫银河中的美。这里差一点点，那收拾应该不够啊。黄牛倒命，34000，差也差不多，下半就够。那走近看选区，下半球应该是够的。明白，这里的话卡住卡弹性高而不死来得好啊。这里然后我们尽量啊，就是有炸弹在边上的话，我们尽量把大弹先打，它会帮我们破盾。啊，放心说生命不止呼吸，生命里的美
都有被风吹落的那一刻。帮我们破盾啊，路啊！我们这里不用谈一下事呢。对，然后我们第二间选的 buff 就是他小怪入场时会带爆裂，80%的概率带爆裂。那时光该收费，我跟你说，他们头顶上都有一个爆裂，没有放大招的时候都有一个爆裂。然后放完大招之后，它会叠层。好好往上，枪前已经点燃。这里带的火属主要是因为他们很多人弱点都是那个火属性。然后如果带脱发的话，脱发指这个猎物落网了，他每次打的都是单起的。火属的话，还算是这个叫扩散，终于有扩散，就是好很多啊。送你一招。我们这里的话，我们竟然是先打炸弹，炸弹会有帮忙帮我们炸了。对了，哎，直接开，美妙的时光总有尽头，美术一定开那眼。但他十分美景，摇出这里的话就刃的话，就这刃的话这边就没什么弱点。放轻松，值得研究。说完了不行，没开战，不行都干掉吧。卡夫打这个炸弹啊，然后我输掉，点下不必留情。不，很放松。啊，对啊，枪毙机关，修机关。机枪备战，你我吗？因为这个我们基本上是打不死也是。基本上如果你的那个电柱不够再好吧，打不死很难打。都有被风吹落的那一天。枪尖已经点燃。连枪。闯光。火主的话还能破一下盾，最主要还是破盾。破盾之后他们那个血量就很低很少，记住呼吸的感觉。对。美妙的时光该说再见了。基本上这里现在就已经六万柱了，我们还有一回合，基本上肯定是这个阵容基本上可以到六万一。对，其他的阵容也试了很多，比如说罗刹、胡旋都试了。因为没有弱点，打起来太坑，基本上打不到六万，得被坑住也没关系。我们已经分数够了，哎，能不能 A 一下？放心，真够了。啊，基本上六万三。记得关注再走哦。